范丞丞不愧是气氛终结者。就是我们公司这次可能会有人走，然后在练习室多等我们那一会儿，我们很快就回去。正正方程程擦泪时，帮粉擦掉，帮粉擦掉。希望可能几年后我们更成功的时候，我们都还可以一家人坐在这里吃一顿饭。哇，你想哇，你那时候该多少岁了？我快40了，五年后。哇，那你还能去花什么40？我才感到了懊悔，你眼里流下的泪，这是我犯下的罪。当大家沉浸在音乐中时，我们来看看范丞丞，不愧是。